要先看谁的都可以啊。好，问一下，你觉得这样叫做完整吗？老师以前说的完整是不是这样？对。好，两个一起看看啊，这样叫不叫完整啊？如果你觉得这样不是很完整，我们要两个两个讨论一下。什么叫做完整？那、啊、你的在哪里？对，这样对吗？什么叫完整？我刚才看了好多人，一开头就叫做因为，我觉得有因为好像快，一开始就是因为，那为什么没有始作？可以加什么？可以加什么？哦，已经有人在改了，很棒。还有因为，一开始就是因为。他们也没关系，没有选择，他喜欢的。怎样？我来看看。哦，他这边有写，去看。那你没有办吗？对啊。可是老师已经说，好像只有因为谁因为啊？他做了什么是因为？没写的话，我可能看不懂。所以如果前面是因为的人，要不要想一下？好像可以变成什么？想一下啊。你们两个人也看过，站起来去找另外两个人互相帮忙一下。哦，很棒，有的人很好吗？觉得这样不会还是不会？好，两个已经好了就变四个，这样子好了，来就变四个，他很改好，那你先跟他。好的吗？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两个好了就变四个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对吗？对，两个好了就四个啊！如果你们没有人，再找另外一个。好，你们两个如果没有人可以讨论，再找另外的人。没关系，假如这个没写，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弄好。哇，你今天好棒！我觉得好像有漏哎，好多人都有漏。哎，那你对你的完整的没有？你要起来了，你帮他改什么？你看不懂要问他，不是不写，你要问他他写什么？他在写什么？对，他在写什么？
啊。我想追啊。如果你们都好了，啊，老师，我们都看过了，就请你把它贴到这里来。不是啊，你全部人都好了，下面写的像干嘛？就这样。是我的。这个月。不是，我觉得那朋友已经借了。如果你确定，看看谁，他是谁，看看谁，看看谁。很忙的人，老板有好的，因为我是他的，他有没有因为他的？对，如果是他的，有在两天，那所以他们两个，所以几个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两个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哦，好像少一点点，真的很忙，杀了。写错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写错了，他是不是也写错了啊？好多人都帮助别人，帮人家改啊？不是你给别人看过了吗？你确定你给别人看过了吗？对，你们那边两个好了吗？他们还没好是不是？那可不可以请看看谁有错？看一看这个，他们两个可能还看错啊。你已经好了，假如你不知道要怎么改，你可以起来请教别人说我这样到底对还是不对啊？是签吗？是啥？这里画，这里画好。我是写这样子，很可爱。我还是可以做，我再一个，你就是他是外人，再帮你看一遍，也是那个。有啊，确定？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对的。我国人名叫，我是说国人名，名字上面就有写国人名叫，画就好了。我刚才才把画画掉的。老师希望你在一分钟以内完成。好，就尽量，真的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关系。一分钟以后，就希望你把它贴到上面来。你们好了，就请右下角写上号码，贴到这里来。写很多，哦，写背面也很好。就是，对啊。你觉得你应该改好了？爷爷的爷怎么写？啊？的错字。有错字。小错字。这个名字不太想到啊。看一下爷爷的。我想怎么写的？让你写错了。爷爷。你找到爷爷两个字。比较一下，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右下角写上号码。哦，这里。嗯，对，你看看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不一样，我洗手。聪明。好。好，表哥，加油。好，很棒，有人会帮助别人，真的。好，最后十秒，就请你结束，然后贴上。加油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。我数到零就全部停止喽。六，小七，五，四，三，要撞到小七。二可以，你还没写，可以不要。蓝色不是贴的。蓝色贴蓝色。好，颜色分你写。好了，就请离开，让后面的人一。好。